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你消费酷狗的游戏实况解说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叫 Songfest。这个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啊，我自己给它翻译为那个特技狂欢啊。这个游戏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你要操控一些喝了假酒的人呢、做各种神经病的事情啊。你可以把它看作为这个3D 版的不血腥的死亡独轮车。哎，那么这种游戏呢，当然有很多这种奇葩的关卡了，对吧？玩家可以自制关卡，然后呢，你玩也能玩官方的图，也能玩这个玩家做的图啊。但现在的这个游戏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玩的人少，还是因为正在测试，玩家做的图呢，这里玩不了啊，只能玩官方的图啊。那没关系嘛，对吧？反正我这个官方图就玩了第一章啊，我一定要全部通关之后啊，功成圆满之后再去挑战更难的东西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游戏呢有三个人物啊，可以给玩家选择。第一个人物呢，他是个弱智儿童啊。第二个人物呢是李大爷，哎，第三个人物是李奶奶啊。他们三个人物这个他的座驾啊都不一样啊。咱们先选这个弱智儿童进去。这个第一关呢啊，这个情景啊有点复杂啊，旁边全是这种弹弹床，你要从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啊吃到这个金灿灿的金币，看到没有？快冲过去吃，然后走开。走开！哇、哦，没弹到我！哈哈哈哈，我这种驾驶技术，我驾照刚考完，你跟我来这套，对吧？看到没有？虽然说大家看这个非常的惊险，看起来非常惊险，但其实这个种种的情况都在我的把握之中啊！哎，闲庭信步一样，哎，这弱智儿童不行，咱们要选这个睿智的李大爷。哇，李大爷的车不得了啊！哇，一看就是这个哪座山的这个车神啊，厉害厉害！哎，我走！不不不，我还活着，我操！哎，我没事，嗨，我李大爷，李大爷老当益壮，还没有摔死，哎。你在干什么呀？还神他妈这个弱智儿童啊，太弱智了。这个李大爷，我李大爷，我们用李奶奶啊。前面两个人物都是垃圾，我李奶奶，我这个是什么车？厉害了，厉害了，李奶奶，差一点，别，出来！我已经6000分了，我只要到10000分就能三个站了。哇，这里还有金币可以吃啊？什么玩意？哎！你在逗我吗？你们看呀，我好好奇啊，人被弄成这个扁扁的之后，这个被能跳出来会怎么样啊？我再去被弄成扁扁的，快点把我弄扁！让我跳出来看看，啊，跳出来又好了。哎，林奶奶你辛苦了。哦，右下角这个数字是你可以剩下的跳跃的次数。哎呀，林奶奶骨折了。认真对待了啊，怎么着也要弄个10000分啊，一个金币就1000分，我吃10个金币就过关了。如果这还过不了，那我这几年游戏白玩了。千千万万款游戏里，第一关的3颗星总是最简单的，对吧？我如果连这个都拿不到，这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。我掌握了，我已经掌握了。好，拿好。哎，你这些弹簧想害我啊？你们这些刁弹想害我？吃，哎，慢慢来，慢，什么玩意？我为什么无缘无故跳出来了？我就不信了，我跟他杠上了啊！待会再去玩后面的关卡啊！我操！我认真了，我不说话了。哼，你让我这个资深玩家认真起来，那简直是，你这种关卡对我来说就是个笑话。外面有一个啊，看我冲过去。等会，这下不行。好，冲过去，看好了啊，看好了啊！我操你奶奶！啊，我们这个千辛万苦之后，这个第一关终于拿到3个赞了啊！咱们看看第二关，哎，它每一关呢都有这个描述啊。它第二关的描述是，你要试着啊，把你这个布娃娃冲下去，在这些东西之前冲下去。神他妈还有在。冲到马桶里去，
冲到马桶里去，我们知道你这个人啊，一定要越智障越好，因为只有智障才会想冲到马桶里去。所以我认为呢，弱智儿童比较好一点。怎么都是炸弹？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哇，哟，我靠，好大的马桶！哎，我下去了，我下去了。神他妈还有冲马桶的声音！什么鬼？哎，这个视角，哎，你在，哎，你们看呀，你智障吗？我今天一定要，无论哪个关卡，我至少要拿到一次三个赞，对不对？快把我冲下去！我靠，你这样还那么开心啊？下去啊！你卡在马桶里了，你，哦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再下去。一点点再下去，可以的，慢慢拉下去，不要慌，用力，用力。马桶下面别有洞天啊！我这个从小到大都是非常好奇，马桶这个下面它的构造是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结束啦？我觉得要用李大爷，这个车比较厉害，这么大的体积，这些金币肯定是一下就吃到了，对不对？下去，呜呼！哎，我车怎么留在上面了？哦，李大爷，李大爷，你还好吧？吃金币，漂亮，好，我要全部吃掉，我要全部吃掉。只有五次跳跃啊，一次，两次，三。我这是用李奶奶，哎，李奶奶看上去就是个运动健将啊。我前面这个地上什么？我靠，这还有这种陷阱的？李奶奶不要怕，我在你旁边，不要怕啊，跃上去。李奶奶又被砸扁了，啊，这一关我知道了，你得把人给那个甩出去才能得到更高的分数，光这样开呢，这个应该达不到那么高啊，所以我到千钧一发这个甩，呜，李奶奶过去吃那个桶，过去吃那个桶，哎，慢慢空中引的好，跳高二啊，还是跳得越高越好，这种关卡对我来说毫无难度，李奶奶。我这个田忌赛马中上等马，李奶奶出马，天下无敌，什么事解决不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是跳高，我冲上去，这要跳多高呀？再来一次，李奶奶啊，我好像跳错地方了，应该再跳得更高一点啊，这现在就可以蓄力。跳出去！快快快，往前往前跳！李奶奶往前跳，往前跳！好样的，好样的！神他妈苍蝇！这一关应该是要碰到那些上面那些炸弹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跳跃的时机要掌握好啊！我知道了啊，你要等车飞出去之后再跳啊，就是现在。李奶奶，我敬重你是条英雄好汉，才让你玩到现在。再不行，我就叫你的这个弱智孙子去了啊！啊，你要不要你孙子的命了啊？弱智啊，弱智，你奶奶不行啊，所以我选择了你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就是现在，你看弱智笑得多欢。我总觉得这一关我跳得太早了，所以这次我要屏住。我等待最佳时机再开始跳，哎，慢来，就是现在，再跳，再跳，再这个关卡啊，它设计的有问题啊，一定是作者垃圾，哎，这本来就过不了的嘛，对吧？一个赞都没有，真是的，咱们直接跳到下一关啊！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我三个战将之中啊，都是下等马，但是我更信任李奶奶，因为她的坐骑啊。比较灵活多变，哇、哦，这榨汁机，李奶奶变成我的果汁吧！啊！哇！我走！What the fuck！ 你别出来，李奶奶，我这样就三个赞了。虽然我已经三个赞了啊，但是我还想试试李大爷，他的这个车啊比较坚固啊，我看看这个榨汁机还能不能把这个坐骑给弄掉，对吧？你再炸呀！我靠，这样半个头没了！喂，李大爷坚持住，李大爷，哎呀，哎，我的 fuck， 我操！哎呀，李大爷，哎呦，哎，还是李奶奶好啊！李奶奶
他进这个榨汁机生产出来的是魅汁，比大叶生产出来，哇，这关叫长距离跳远啊！我也不看他的介绍了，直接就进去吧。长距离，那肯定是李大爷，他的车好啊，对吧？稳快，有点不对啊，这都是炸弹，等等等等，哎，我懂了，要这样，哎，我这样跳出去。哦，你这个车你要到一瞬间把人给弄出去，看好了，李大爷别慌，李大爷别慌，我操，我才一个赞呐，你要跳到什么程度啊？先把这个饼完了，饼到最高啊！哎，你不能撞到再弄出去，你得打到最快速度的时候。现在，然后疯狂的跳跃，疯狂，哇，这下快，哇，穿过这个墙了，神他妈才还才一个赞。我觉得这种跳跃啊，应该要用到弱智了，因为弱智啊，他一直没有什么攻击，对吧？可能这种就适合他。刚刚那张图啊，也是作者垃圾啊，他没做好啊。咱们来看这个第二系列的这个长跳，我操，神他妈，哇、哦，这个跳远牛逼了，这跳远牛逼了，就是现在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十下跳，这么多陷阱我都从高空中高高越过，这些陷阱对我来说有个屁用，就快到三个赞了，快到三个赞了，哎呀哎呀。李大爷，哎呀，被挡住了，李大爷坚持不懈，就差一点就到那个里面去了。这辆车引擎的轰鸣声啊，已经宣告了我的胜利的到来，没问题了，这一次，哇，这我是极限，最后的时候才放手，进去，好，还是四下，进去，哎，好的，最后一下跳跃，让李大爷进去被碾成了一张纸，他一直在被碾，分数一直在被加，你们看呀，哈哈哈哈，李大爷就剩两只脚了，哈哈哈哈，李大爷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老婆的，你放心的去吧。经过了这么多地图的磨练啊，我感觉我可以玩最后一张地图了。上手了，技术上来了，什么艰险都不怕。来，我的上等马李奶奶出马。哇，旁边这个炮打出来的都是碎弹啊，有毛用啊，这关是干嘛？哎，啊，人要跳过去，这不这么大个马桶我还跳不进去，我枉为人。我跟你说，我李奶奶活了80多岁。哇，李奶奶，你为什么屁股翘啊？好好，无限跳跃哦！这跳跃速度我还差一点就进去了。进一个马桶是我李奶奶从小到大唯一的愿望，今天就要实现了。我只能让这个机会从我眼前飘过，进去了 ，yes！ 哈哈，我进马桶了，我进马桶了，快快快，进去！马桶里的世界是怎样的？哎呀，哎，哦哟，你们看这张地图呀，这必须要我们李大爷出马了，毕竟他是各种山的车神，对吧？我去，这你妈，这车性能行不行啊？有时候这种，哎，要掉下去了，要掉下来，我，哎，我按错了，操！哇，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哇，我上来了，啊，李大爷坚持住，我们全家的荣辱都系在你一个人身上了，一定要赢啊！一定要赢！哎，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！哦，还好哦！呵呵呵，哎，我操你大爷！这里要往上走，这里要往上一点，不然就下去了。哎，从这里进去！我去，刚刚什么情况？好，刹车，慢慢来！哦，可以的，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！我李大爷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威！我操！李大爷，你守身如玉80年。童子之身到现在都没破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这一关过不去，我就把你破了，你怕不怕？操，我怕死了，我才不要。慢慢来，哎，刹车，哦，加速，哇靠，
注意前方道路的状况啊。之前我就败在后面一点，这里过去我已经没什么难度了啊。哎，好好，怎么我都没加速了你，哇，大爷，你们看里面这个李大爷，你们看呀，压扁掉了。好，这次过来车没有多大损伤，可以的可以的，李大爷可以的。好，不要加速了不要加速了，慢。哇，我就不信了，你给点力啊李大爷，这里要讲究一个速度了啊，这里要讲究一个速度了。哇，车后都喷出了火焰，李大爷发威了，牛逼了牛逼了牛逼了，快快，别别别别别别，快点自杀，车别掉，我操啊。上一关呢让李大爷出尽了风头，我们李奶奶呢感觉不服啊，她也要跟他争一争，没有关系。哎，这个赛道看上去比刚刚那个要简单多了啊。我靠，这飞我啊，李奶奶，哇，李奶奶这是你出来怎么是扁的，没关系啊，扁就扁，扁还轻一点的，车速还快了对吧。好，现在开始加速，这一定要飞过去，别别别别，你怎么又进去了啦，你这次再飞不过去我跟你说啊，李大爷已经给我破处了。其实李奶奶的这个花裤子啊，你们看她的花裤子啊挺漂亮的对不对，很有个性， 很时尚啊，没想到啊年纪大了啊还这个和小年轻一样没有落伍啊，挺让人敬佩的对不对。你过去我就更敬佩了，我跟这个地图杠上了，我就不用另外两个人物，我跟你说，我不信李奶奶，哎，我不信你的能力就到此了。哎呀，还是老将出马吧李大爷啊，你老婆不行啊。哎，李大爷过去亲亲，我操，还好还好，没事没事哈，车子破一点又没关系对吧，我们要的是实力而不是这种啊什么车子漂不漂亮这种啊。哎呀，简单，你们看你们看，哎呀，还是要李大爷。哎，李大爷李大爷李大爷，哎，这你，我操，这怎么过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李大爷，你这个车啊，在操控性上啊，垃圾。但是像是过这种东西啊，轻轻松松啊，你看你看，就翘一下屁股就过来了。这里要小心了，这里要小心了。好，这里要加个速，这里要加个速。好，就是现在。你这个轮子还能滚的，灵车漂移呀、啊！你人还能活着的，我靠，真他妈死亡独轮车！哇，又要到那里了，又要到那里了，咱们得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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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孩子啊，你的爷爷和奶奶呢？都不行，你表现一定要好一点，好好的来，认真的来啊，不要怕孩子，我相信你。你们看，这是一坨啥呀，你给我一个胜利，我还你一片未来。哦，过来了过来了，哇，身残之间车残之，别去别再回去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哎，我还可以走吗？可以可以，哈哈哈哈，这什么意思，哈哈哈哈，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，孩子孩子，还是你棒啊，你爷爷和奶奶都没有你这股志气，你是我们的未来啊，我封你为上等马，这里你也安然无恙，给我过去。好，我感觉这是游戏，因为大家别看啊他的车子已经变成这样，但是往往啊这种游戏就是绝境逢生对吧，始终有活，这种游戏都是这样的，我研究出来的。来了啊，李大爷，刚刚是我不好，我骂了你，现在我感觉三人组只有你一个能过这关。
又到这了，这里一定要加速，这里一定要加速的，速度一定要快，冲过耶！哎，啊，这是目前最后一张地图了啊！现在官方有的大概十几张图啊，这最后一张了，我们一定要表现出色。哇，这个地图看上去不好惹呀，但是呢，它道路呢并没有那么复杂，所以我觉得啊，我还是能赢的，特别是李大爷出马。李大爷，我之前看走了眼，我一直以为李奶奶是我的第一战将，其实不，你看这个这里过得多平滑，多么的稳，哇，姜还是要老的啦！我操，这里有李大爷，李大爷别摔下去，别摔下去，别摔下去，好，慢慢来，哎，我敬你年纪比我大，叫你一声长辈。但是如果你一直再这样输下去，我可不客气了。我去，李大爷焕发第二春了。这里速度要快，好，这里速度要快，啊操！前面我过来已经是非常熟练了啊，就差这里了。速度要快，好，然后走右边，然后走左边，不要下去啊！这里不能快，不能快，哎，这里要走对路才行。哎，不，哦，我过来了，哈哈哈哈，这里要快了，这里要快了，这里要快了，哇，中间，好，刚刚那一下怎么样？尽显高手风范，随着对地图的掌握，越来越熟练。这里不能求快，我是知道的。这里你要好，这里要快了，因为缝隙大了，缝隙大了，好，到这了，哇，重点，呜呀，神他妈又是一个马桶，好吧，这个游戏现在所有的关卡都玩完了啊，这个非常，我非常期待这个后面的他会出什么新图啊，也更加期待这个玩家会做出什么稀奇古怪、一个阴损的那种地图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 Stonefest 就玩到这了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